人间处处有温情，在网络上流传了这么一张照片，画面当中是一名高龄老先生不小心跌倒，瘫坐在马路上，结果有一名西装笔挺的男子就坐在地上，用自己的背当成老伯伯的依靠，而这样子背靠背的画面引起了很多人感动，也疯狂转载，大赞这名男子像是一位天使。后来了解，这一名爱心男子其实就是补教界工程数学名师陈立，很多网友大赞他不仅为人师表，更是很好的典范。 他是补教名师陈立，不止工程数学教得好，爱心更是不落人后。 照片里，一名穿西装的男子笑嘻嘻地坐在马路上，背后紧紧靠着一位老伯伯，他就是陈立。因为看到这名老先生不小心摔倒，立刻二话不说，席地而坐，把自己的背借给他当直撑架，等待救护车的到来。就连路人经过，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他也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这样背靠背的感人画面被目击者拍下，PO网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大赞他真是天使。疯狂转载，一个晚上获得28000多名网友按赞分享。 欢迎一下学长哈，来指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如何考研究所。幽默风趣的陈立不止令学生印象深刻，他在路边当跌倒阿伯的支柱，更让网友赞赏。去年8月台风天，也有一名国中男生帮路边受伤的小猫驻足撑伞。人间处处有温情，一个体贴的小动作，一个顺手的帮忙，都替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暖流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